连广电总局都推荐了《倾城时光》。赵丽颖的新戏不火，东南最近赵丽颖可是频频上热搜啊。其实最让粉丝担心的还是她的身体，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吗？要知道颖宝可是快一年没有出新戏了，最近又去休养身体去了。不过不用担心了，颖宝可是有两部期待值非常高的剧还没播出呢，暂时这两部都还没有具体的定档，但是粉丝们可以等待了很久了。这部两部都是由两本非常出名的小说改编而来，反正小编我作为一个老书迷来说是很喜欢原著小说的，知否不用说，山影出品质量上肯定有保证。而你和我的《倾城时光》作为颖宝现代戏也是让粉丝们期待不已，并且连广电总局都推荐了《倾城时光》。赵丽颖的新戏不火都难，珊珊来了之后她就没有演过现代剧了，所以这部戏大家的期待值超高。近日广电公布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第一批电视剧的推荐参考剧目，就有这部戏，是不是更是值得一看了？这次他可不再是一个傻白甜了，而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白领精英，是不是很有看点？这部戏主要讲述的是女主帮助刚从部队出来的男主解决家族企业难题，缔造二人的商业传奇，两个人都是狠角色的，在剧中相互帮助，相互成长，也相知相爱，这样小编想得出巧吗？他也是那样强大坚韧的一个人。饰演男主的是之前和赵丽颖在《楚乔传》中有个合作的金汉，这可是一下子从反派变成大男主了，很厉害哟，期待两人会有怎样的表现。正在休息的颖宝可能有段时间不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但是他的这两部非常让人期待的电视剧应该快要播出了，这样在他休息的时间里粉丝们依旧有电视可以追了，希望他身体可以早点休养好，粉丝们可是很想念的。